Proton S 50啊，讲了两年，究竟这辆车什么时候会发布？不要紧张，先听我讲故事。最近啊，有不少的网友啊，他们在路上目击到这个右驾版本的这个 Proton S 50在路上测试，而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可以目击到它测试的声音。所以呢，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款车已经是即将发布了。然后根据之前本地的一个布洛克的 Ajero， 他有很多消息啊，说这款车其实会有两种引擎选项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呢，就综合以上种种的消息，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即将登场的 Proton S 50。根据之前 Proton 高层表示啊，这个 Proton S 50啊会以 CKD 的方式贩售。可是这个布洛克的 Ajero 的消息是，第一批的 S 50是 CBU， 而且车已经到八成港了。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？其实啊，因为之前 MCO 的关系啊，这个 S 50的研发、测试、生产等等的工作啊，停顿了接近三个月。所以呢 ，CBU 的可能性是有的，但是 CBU 呢 ，Proton 需要向政府去申请一些手续啊，比较麻烦的。而且其实这个 S 50的生产线已经在测试中了，所以我相信啊，这一个 S 50 CKD 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 CBU 的大的，只是会不会如期在第三季发布就是一个问题了。现在呢，有不少的销售员啊，还有一些路边社的消息啊。他们表示哦，这个 Proton S 50会在下个月正式接单，可是你要拿到车可能是11月、12月的事情了。如果你是想买这台车的话，并且在今年年尾180天豁免销售税的时候买车的话，可能会有一点点辛苦。如果这辆车真的在11月发布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会抢车抢到头破啊。不过目前为止 Proton 还没有正式接单啊，所以你们可以去问一问销售员大概什么时候会接单，如果真的有兴趣就要快点下单了。再来就是这个引擎的配置啊，之前的消息是 X50 会有 1.5 的涡轮增压引擎，但是根据这个 The Ajero 的消息啊， X50 会有两个引擎可以选择，分别是 1.5 的涡轮引擎还有 1.4 的涡轮引擎。它们的差别在哪里？ 1.5 的引擎有缸内直喷技术，不过是三气缸， 1.4 的涡轮引擎没有缸内直喷技术，但是它是四气缸。所以呢，这很明显是 Proton 为了消费者的需求特意分割出来的两个车型让你选择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讲一讲这个 1.5 的引擎。这个 1.5 的涡轮引擎啊，是这个 Volvo 的 Ride E 系列的引擎，它是吉利和 Volvo 一起研发合作的引擎，它采用模组化的设计，一个气缸是 500cc， 所以呢，这个 1.5 公升的引擎呢， 1500cc 刚好是三个气缸啊。它有这个缸内直喷技术，而且根据这个中国媒体这个测试啊，他们的这个抖动会比较少，但是呢，在起步的时候啊，这个三气缸引擎的一个特性啊，还是会比较明显。不过在测试里面，你几乎感觉不大到这个抖动，为什么呢？相信这个是因为沃的工程师还有这个吉利的工程师呢，为这个引擎固定角进行了专门的设计。这边我们要讲个原理。其实为什么汽车需要避震器？汽车需要避震器就是为了吸收这个震动。如果一辆没有避震器的汽车啊，它也是非常的震动的。所以呢，一些厂商他们在设计这个引擎固定角的时候，导入了这个避震器的设计，所以这个避震器可以吸收引擎的抖动。这个是为什么很多的三缸引擎呢，抖动不是那么明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不过呢，它这个是消耗品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啊，它还是会坏的。所以因为有这个技术的关系，你未来更换引擎角的费用啊，可能也会比较高一点啦。引擎动力方面呢，这个 1.5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，它的最大马力是 177PS， 峰值扭力255牛顿米，匹配的变速箱和这个 CKD 的 H70 一样，是七速的14双离合器变速箱。因为它的车比较轻的关系啊，所以它的0到100只需要7秒9，这个0到100其实很快啦。但是啊，你一般驾驶啊，如果你在大城市开车啊，天天都是塞车，这样的动力啊其实不大用得到啦。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啊，这个引擎应该很好踩，但是 1.5 的版本应该只会是顶级版。另外呢，最新的就是个 1.4 的四缸涡轮增压引擎。关于这些引擎，之前我们有说过，大家想看我们之前解说这具引擎的影片，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。这具引擎和这个 1.5 引擎不同的地方是，它是吉利自己开发的引擎，是专门为一些比较入门的车型所开发，排气量 1.4 公升，有 VVT 技术，
没有缸内直喷，但是它采用的是 timing chain 哦。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不需要花费去更换那个皮带的费用，可以让你省不少。而且它也没有缸内直喷技术，你不需要担心日后啊这个缸内直喷的喷嘴会被阻塞还是什么。所以我相信这个 1.4 公升的这一个涡轮引擎，它的保养费用会更低廉一点，也更符合这个 S50 的定位。个人相信以后这款车推出之后，如果真的有 1.4 的版本， 1.4 的版本会是最好卖的。这具引擎的输出其实不会太出色，它的最大马力是 141PS， 峰值扭力235Nm。可是这样的数据呢，已经比 Proton 自己的 1.6 Cam Pro Turbo 还强了。所以放在 S50 上面呢，我相信其实这具引擎的动力应该是足够的。只是它匹配的变速箱啊是六速的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，所以这一点是你要考虑的地方。为什么 Proton 会为 X50 提供一个 1.4 四缸的版本呢？因为之前 Volvo 的车款并没有采用这具引擎，所以本地的消费者对这具引擎不熟悉，而且它是三七缸。对本地的消费者来说，可能你买一台大概是3万-4万的车款，给你三七缸的引擎你可以接受，但是到了一定的价位之后啊，还是给你三七缸，你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了。而且呢，因为这具引擎从来没有出现在我国，所以很多消费者对这具引擎的耐用性会存在疑虑。所以呢 ，Proton 为了解决这个疑虑，所以他才推出多一个四气缸的引擎。之前呢，也有本地的媒体捕捉到这个 Proton 正在本地测试这个 1.4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车款。所以我们相信，除了 X50 之外 ，Proton 以后的车款，不管是新车还是小改款的车型，都有可能搭载这个 1.4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。因为这具 1.4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啊，动力也还好，然后低保养是重点，所以它很适合取代现在的 Cam Pro 引擎。重点是 Diamond Chain 的关系，所以以后我们可以跟那个皮带讲拜拜了。目前这个 Proton S50 还有两个东西很不明朗，一个就是配备，一个就是价格。配备方面呢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啦，六气囊应该是跑不掉的。然后顶级版呢会有这个 Level 2的自动驾驶技术，包含这个路标提示系统啊，车道偏移警示、车道偏移辅助、远近光灯自动调整、自动紧急刹车，还有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巡航。配备方面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谍照显示啊，入门版本的 S50 是不会有数位化仪表的。普通版的 S50 采用的是跟 Iris Persona 顶级版很类似的传统指针仪表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尺寸的 Color Screen。你要全数位化仪表，顶级版才有。不过也合理啦，毕竟还是要差异化的。至于在价格方面呢，就比较多讨论的地方。首先啊，如果这个 S50 真的有 CBU 版本的话，我们相信未来 CKD 的版本会便宜一点，参考 H70 CBU 还有 CKD， 价钱跌了不少哦。再来，如果 S50 没有 CBU 的版本，只有 CKD， 那么它的售价应该也会比较便宜，因为目前我们是180%免除这个汽车的消费税，所以你在今年买这辆车呢，价格应该会很有惊喜。可是在过了今年之后呢，因为征收销售税的关系啊，我相信这个 S50 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上涨，所以今年真的是你要买 S50 最好的时机。最后呢，就是这个定预定和发布的时间。根据这个布洛克的 Agero 的消息，7月 Proton 就会正式接单，可是发布的时间可能会在11月之后，这可能有一点迟，然后年尾车也可能会影响你买车的欲望。但是这个180%免除销售税会不会让你平衡一点呢？这个就要看 Proton 怎么去做了。当然以上的消息都是一些网络的传言，还有一些布洛克的消息， Proton 并没有进行证实，所以呢，一切的消息我们还是以 Proton 的官方资料为主。你是不是很期待这款车？其实大家都很期待啦，只是这款车到最后出来会不会让我们眼前一亮，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价格。OK，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 Proton S50。 我是 Ivan， 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，拜拜。